同学们好，我们这一节呢继续画零帽的组合。那么我们现在在画布上，你看啊，是一株是大雁，大雁呢是也是芦苇的大雁，芦苇，芦苇呢在表现这个题材上呢是比较广阔的啊，属于它这个雁的大雁的变化啊，姿态很丰富的。那么它都是用水墨来画的，因为大雁呢它的颜色比较单纯啊。那么画的时候呢，我觉得是并不难啊，你们，可以啊，跟我学啊。好，我先开始的画啊。那么画呢，在前面的先画啊。那么边呢，我们可以因为这个芦苇呢比较多，那么用小笔来画，那么它的芦苇呢比较小啊。这个下面你看啊，它在休息，那么先画这个头啊。头部画好以后啊，点上眼睛啊，对呀。那么这支笔呢，我们可以换一支笔。那么这里有浓了，我们可以换一支淡墨来画的笔啊，也可以用两支笔啊。这样呢，我们可以用淡一点的笔来啊，用淡墨来画上它的背部的几点。他的胸部，好，那么接下来你可以用浓笔来画，画他的翅膀，那么我们再可以拿一支笔。画他的嘴巴跟脚啊，橘黄啊，就是朱标跟藤黄啊。那么在嘴巴上面呢，这里呢再点，露出一点点啊。那么他这个脚呢也露出一点点。那么后面一幅啊，后面一张，你看啊，他也在休息，眼睛呢闭上啊。那么再用一支淡的笔啊。画成它的，下部。再用浓笔，好，再用颜色笔，点上嘴巴啊，点上颊，啊，好，那么在上面画啊。上面这一项，这呢，它在这个头，在这个地方，我们呢，先它的嘴巴先补上，点上眼睛。再用淡的笔啊，他淡了啊，再用浓笔。有点酷，也好啊。
虾米，眼睛，嘴巴，它的叫。眼睛的再浓一点啊，好，后面一个向上的，眼睛补上，好像嘴巴，用淡淡的笔。这里还要画一次啊，补上嘴巴。嘴巴加上啊，好，那么我们在上面呢啊，我要画一张飞的啊，飞的呢也是先画头啊，带了啊。眼睛点上，嘴巴，啊啊！它的翅膀呢，级别，好，我们布上胶。好啊，我们再补上芦苇啊，把那个沙坡画出来啊，沙坡画好啊，我们点上一些小草，水草。水草呢，看看晶莹，但是也不晶莹，有错落有致呀。那么在这个沙坡上呢，我们要画上颜色啊，炸石藤黄啊，再加一点墨。在这里补上，
这个大雁的身子呢要留白，要小心，水分呢不要渗到这个它的身子里面。这里呢，水多呢，速度快一点。好，铺加好呢，我们这里呢。等它干一下啊，干一下呢，再添芦苇。那么我们把下面的水呢，先补上。水呢，勾水的线条呢，也不能太浓。很松，很灵活，那么在这里呢，我们还没有干的不要紧，有时候呢，让它湿一点也不要紧。那么你花的时候呢，这里的花芦苇呢，这个变得干一点好了啊。那么我们先发改啊。我们用一只长锋的狼蒿扎实，加一点墨，我们去发给水少了慢一点啊。这里呢，水还没开呢，你可以用这只变得枯一点的，枯一点的呢，倒是好那么你再补上那个芦叶芦叶呢也干一点，花青藤黄再加一点扎实因为是秋天的芦苇了，干一点的。在上面呢，就水分多一点不要紧的。因为你花芦叶的一种别出了，你在那个花兰花跟花柱子的基础上。发展起来，只要你竹子画得好，兰花画得好，那个花芦苇呢，基本上一样的，就是长一点的。那么，用干一点的笔画上芦花芦花呢，你也要用扎实笔可以抠一点，抠呢，但是你速度要慢，速度可以慢。
因为芦花呢是蓬松的，哎，所以你要干瘪，哎。头上啦，哎，也可以，哎，怎么点？点的时候呢，也要松散。那么这里面啊，短的芦花叶用干瘪啊，瘪杆子竖起来，这样插啊。那么你再用的湿瘪啊，在这里呢，要浑化一下，用湿瘪在枯瘪的地方浑化一下。要趁它的枯瘪还没有干，哎，这里呢也稍微的淡淡的，哎，淡漠的一种色彩在里面，看起来呢又枯又涩，哎，这样呢有味道，哎，它干了以后呢，它融化了。好，我们整体看一下啊。好，这个芦荫垛呢，基本上完成了。好，同学们，我们刚才是画秋天的芦荫，那么接下来呢，我们画春天的院子跟杏花。啊，你看啊，这两张院子在画布上的啊，院子呢比较小，所以你画的时候呢，也要小巧一点，不要画得太大。好，我们开始画啊。叶子呢，我们用水墨来画下来，哎，就是用这支笔啊，先画了头部，头部呢，哎，在下面啊，画好以后呢，哎，我们再一下浓墨啊，画出它的嘴巴，上面的嘴巴跟下面的嘴巴啊，眼睛呢在这里啊，糊在里面的啊。那么接下来呢，我们就这支笔啊，画它的背画好以后呢，我们就这支笔蘸一下，画它的翅膀啊，底下一点，那么这里呢，也有一张翅膀。啊，我们呢，水少了你慢点啊。这个笔再添上几笔啊，它的这里呢提在这个地方啊，因为它在往下飞了，那么它的尾巴呢，我们在这里。尾巴呢比较长，两笔啊。那么这里呢，我留着啊，留着画什么呢？用那个朱标啊，朱标再加一点墨，哎，深层一点的墨，点上它的下部有一点红的胭脂。这里红啊，那么我们这个它的胶呢，来戴在这个上面，那么我们再补上眼镜啊，好，这个胭脂画好了，那么我们在这里再画一张啊，也是先画头部，那么头部呢，我们用再一遍啊，你可以
啊，这样啊，那么嘴巴比较短的啊，眼睛啊，那么下面我们补上好了，红色的哎，颈部啊，就这样了。好，那么接下来呢，我们画他的背。他的上次啊，在这里，另一张呢，在这里，要让开啊。他的臂部啊，这个翅膀呢，在这里。他的胸脯呢是白的，留着白的啊。腋位呢比较长的。好，他的脚呢在后面，那么他的头部呢应该再大一点，再大一点呢，你就是在这个地方你再停留一下。在这个壁了，再停留一下，然后再升华开来。好，这样正好，恰到好处。啊，那么我们再补上啊，杏花啊，杏花呢，我们用一点扎实它的梗子上啊，扎实，哎，从这里发根啊，发出去，哎，我们呢，钩上几朵花啊，疏朗朗的。杏花呢也是五瓣的，就是它的头上呢比梅花尖一点。那么杏花呢，它要补上。那个叶的哎，梅花没叶，杏花有叶的哎，它的叶呢跟桃花不一样，也是短的，花青哎，藤黄哎，花青的成分多一点的哎，短淡的。这里还要带一点啊，带一点的。放一点带的。好，我们补上它的花的颜色啊，花的颜色呢，其实是粉红的。好，趁它没有干的时候呢，我们补上花萼，用扎实，哎，再加一点淡墨啊。那么我们它的心呢，藤黄啊，朱标加一点墨啊，在这里勾上它的花心，那么等它还没有。干的时候呢，我们可以用，厚的藤黄，厚的藤黄呢，点上它的心枝。好，我们整体看一下。好，商业型画呢，这幅画呢，我们就完成了。同学们，这一节呢，我就讲到这里。下一节呢，继续画那个花鸟的组合，再会。